被我下炉子炼了，方圆百里遍寻不到，没想到还有个送上门来的。炼人惊魄，没猜错的话，你是萧王同党。说，萧王现身在何处？萧王神威，岂是你等列祖想见就见的？今日你撞见我，注定要化为我颅内之鬼。
这怨念。你可是大妹？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呀。这山神庙怨气四溢，凶险异常，你先跟我回村再说。你娘到处找你，都快急死了。这是什么？
刚才是这庙中的古镜让我看到的幻境吗？没想到恶修罗竟是这小鬼所化。妈妈，回家，妈妈。我已除去与你纠缠的怨念，你不会再有痛苦了。妈妈，回家。妈妈，回家。这孩子双亲离世，无亲无故，饥寒交迫而死，苦命啊！这宝镜似乎可洞悉魂魄执念，将人带入幻境，此番得到也算是一种机缘吧。却被陈宇井下溺死，平复他们心中的嫉妒，维护村子的忠贞节律。怨念驱使我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，是非颠倒，黑白混乱。我记得他们每一个欺辱、玷污、栽赃、污蔑是非之人的嘴脸，他们所有人老朽老眼昏花，全因那罗秀才、刘胖和龅牙身及其家中妇人是非颠倒，才错将你陈井。老朽后来查明真相，也是痛惜不已呀。求你看在老朽对你儿照顾有加的份上，原谅老朽的罪过吧。你若真有愧疚之心，对我儿照顾有加，他饿死于山神庙时，你在何处？我，哎，我看你等有斩草除根之心是真，今日我也斩草除根于你等。饶命啊，饶命！啊啊啊啊啊啊你我本无仇怨，之前暂且留你一命，你却又来送死。你那怨念所化之鬼，杀孽深重，我作为斩妖人，自然不可坐视不理。他们皆死有余辜，这世间如此多的因果往复，你一人管得过来吗？因果循环无法根绝，依附因果诞生的妖物却可斩除。
一旦出现为祸世间破坏阴阳平衡之物，我辈之人就非斩不可。直销说，
害怕。
来得正好，正愁找不着你呢。安公何以如此？你陷害三位一众师兄弟，还在这里装蒜？说，萧王现在何处？那日恩公将我放走后，我便逃离了雪山，不知恩公何出此言？还敢扯谎！我若真的要加害恩公，方才又怎会施救？望恩公明鉴。看来除了我陆某的性命，他们还另有所图。啊，你说，当日你在山上作甚？当日萧王在山里肃清异类，奴家的父母为助我逃脱，惨遭毒手。然下山逃亡途中，奴家又被恩后来奴家向同族打听，得知您来了龙王村，便前来寻找，没想到碰见您被怨灵所困。你葫芦里卖什么药？奴家如今无依无靠，也不做复仇之想，此来只为见恩公一面。但恩公说要去找萧王，奴家……好，既然主动找上门来，那就将计就计，顺着他把萧王挖出来。不要带着面具说话。站在最后。Thank you.
善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吧。小王在什么地方？在要是让小王知道我管不住嘴，我就小命不保了。在山洞里，在山上的山洞里。具体点儿。沿着这条山路往前不远，有一棵枯树，那里有西武侯在炼金魄。树旁有条路直通一处巨大的天然洞窟，小王就在那里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求大家高抬贵手，大恩大德。闭嘴，滚吧。多谢大侠，多谢。那个毛贼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大侠，是我呀，快来救我呀！陆兄大舅，实在是感激不尽呢。道长怎么会沦落到此？本天师云游至此，不想有一群……道长来不及逃走，是怎么回事？此地不宜久留，请道长带大家先行离开，来路已被我清理。甚好甚好，那我们这边走。保重。吵闹闹，还以为来了什么厉害角色，受死！
金刚锥碎片在此，阁下只当是自己找到的。你和萧王到底什么关系？这不重要，阁下只管放心，咱们在一条船上。那么，静候阁下佳音。来者何人？苍山企图陆云川，你就是萧王。不错，你能闯到我这里，也算你有些本事。拿命来吧！就凭你？没有护身神力，看你还敢猖狂！大言不惭！在岐山，是否有只狐狸向你通风报信？他在哪儿？要杀便杀，废话什么？赤天，快把这贼人拿下！你气数已尽，还想命令我？你四处作恶，仇家太多，恋人惊破招来大敌，我们跟着你东躲西藏，永无宁日。不少兄弟早就不服你了。你这个逆子，老实交代吧。说完我给你个痛快。休想羞辱寡人。陆大侠，你的朋友安然无恙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是萧王之子？你报了仇，我们也不再恋人惊破，我是谁还重要吗？金刚锥可以复原了，怎么回事？把他们引入营地。萧王，是萧王！武阵，妖孽法力很强，快来助我！坚持住，将他定身在结界之外。
阵，坚持住，大师兄快回来了，不要退缩。怀中，你个叛徒！只有我活着回去很难解释，收拾完尸体你们先走，我自有安排。恩公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出去再说。师兄，萧王已被你正法了吗？怀州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可有话要和我说？这狐狸是萧王同党，杀了他把尸首带回去，我向掌门求情，定能让你重归师门。我不是。要说的就这些吗？大师兄，此话何意？你勾结萧王杀害义才文杰，作何辩解？是这狐狸跟你说的。文杰师弟的金刚锥早已通灵，当日之事全看在眼里，你尽数告知于我，无言以对了吗？大师兄，我错了，我被萧王所迫，是有苦衷的。你承认了，念在多年同门的份上，可否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先下山，你我回师门，把一切交代明白。好，我随你一起回去。别急，把你也一道抓回去。
傅龙玉富有剧毒，他命不久矣。说，怎么才能救我哥？先担心你自己吧。大王，傅龙玉已经夺回。阿雪，快跑！哥，你要不要紧？都抓起来！狐狸，你别插手此事。舅舅。哼，难怪两个乳臭未干的半妖也敢来寡人的地盘撒野。误会，两个孩子年少无知，多有冒犯。魁王大度，请让本座代为赔罪。你要怎么赔罪？这颗定神珠封存了我陈瑶之后一甲子的修为，求魁王网开一面，本座保证他们绝不再犯。你还真舍得。你们两个还不快道歉？晚辈无知，多有得罪，还请魁王恕罪。狐狸，寡人今天就给你个面子。不过这小子身上的毒，你们得自己想办法。多谢魁王大度。Come on.
听说有个半妖来坏我的事，就是你吗？把他放了，以免徒增伤亡。口气不小。妹妹快跑，待会儿让你活着下锅，到时听听你求。舍利经落在这厮手里，此番得来也是机缘。阿雪，我们走。小贼夺了本大王的宝贝，快追，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。妹妹果然不是一般人，别担心，这是阿毛，他不会伤害我。林姐姐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想和阿毛去远方投奔一位故友，但是也许我还是应该回去。那你想回去吗？不，但我不回去，我家恐怕连狗都比他们有人情味，何必为他们着想。那人跟来了。在下唐明，受林府所托前来诛杀犬妖，带小姐回去。你不伤害阿毛，我就跟你回去。林小姐只管随我来。
毛，别再跟来了。以后你要自由自在地活着。拿人钱财，消灾，挡住！就凭你，自前往远方去投奔故友，二人惜别。Come on.
莲说，我出来救你。你被封了，夏侯姑娘，我来救你。坚持不住了，你快走。姑娘要不要紧？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被那个阴兵带走了吗？小生跟随那香槟在山里找到一具尸骨，从上面拔下了一柄剑，他让没想到正遇见夏侯姑娘有危险，所幸姑娘平安无事。他要找的东西应该就在里面。你不怕他害你？他答应小生，只要为他了却遗愿，便助我安全离开此地。那阴兵有执念未消，也许想借他的身还阳。我也进去看看。看来这便是慧言大师。就是这里了，找到遗失的头骨就能破掉结界，不仅得到舍命，把源头怨灵逼出来，还可以散掉瘴气出山。此下是灵魂残渣，好强的怨念！这家伙没死。谢你，怀里抱着什么？不肯给。要这破佛像，和你陪葬吧。何故见鬼啊！院长，请云峰。Thank you.
斩灭贵妇，夏侯雪和陈又卿一同前往河西村送还楚城的遗物。然而楚家早已家破人亡，二人将同心结埋于楚氏之墓旁。尽管提，小的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好，我且问你，你等在此做何勾当？抓这些村民又意欲何为？这小的也只不过是当差，都是那老身子血魔胁迫我做此歹事，还望女侠明鉴啊。我本落难，想着去明州城投奔故友，谁知途经此处，不巧遇到了血魔，在此处夺那什么天元石。那血魔修行的是那诡异莫测的元神之法，见我还有几分能耐，于是下三滥拘了我一魂两魄，逼我抓村人做那天元石的养料。小的也是身不由己呀，这些村民小的一个都没伤，求女侠大显神威灭了那厮，也还小的一个自由之身吧。哼，赶紧滚出村子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至于那血魔，我自会去收拾他。女侠英武，小的这边滚。
都称呼我莫老。终于见到您了，晚辈夏侯雪，这是我哥夏侯晴，来此正是为了找您。夏侯，你俩半人半狐是何来头？晚辈们遵舅舅嘱咐来此，有事相求于前辈，这是谢。原来你们是白雪的孩子。白舅舅并未到此啊，前辈认得我们娘亲？怎么不认得？他们姐弟俩都跟老夫学过法术。哎，眼下老夫自身难保，白晨那小子没来，恐怕不好办呐。你俩不可，前辈有难，我们晚辈出手相助乃分内之事，请前辈不要见外。况且哥哥身中剧毒，肉身全靠舅舅的法力维持，来此是为求前辈救命。难怪你只有元神到此，既然如此，恐怕你们真要为老夫犯险了。那魔头当真如此厉害？说来惭愧呀，老夫虽然会点治病救人的法术。他现在何处？为何前辈也只以元神示人？老夫将他骗至深谷洞穴内，用结界困住了他，正欲逃走，却也被他用法术困住，只有元神逃了出来。他的爪牙四处找我，刚刚天元时已被找到，恐怕结界困不住他太久。恭喜老大正科繁荣，天元时在此。很好，且让我看看这石头的成色。正缺少新鲜的元神，你就送上门来了。Thank you.
这位书生是你们的朋友吗？是，敢问前辈，现在还有救他的办法吗？元神出窍后，肉身若无法力维持，不久便会如尸体般腐坏。老前辈可有办法？天元石内有乾坤，封印了上古凶兽混沌。血魔就是想利用元神供养混沌。为何物？此物凶悍异常，且狡黠难防，无形无相，却可窥悉他人经历的事物或执念，幻化出邪祟之物。与人若想解救那书生，需斩灭混沌，天元界的封印会失效重组，你们的元神那书生已被他吃了也说不定。如此这般，你可愿意犯险？如此更加刻不容缓。哥，我要去救他。他如今有恩于我们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错，白晨教育得很好。既然夏侯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说呢？看来小生终究没帮上忙。傻瓜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没武功。原来姑娘没事。小生对不起，之前在村里对你说了气话。不碍事，小生明白姑娘所思所想，也请姑娘不要介怀。别叫我姑娘了，叫我阿雪吧。走，我们离开这里。好，阿雪。驱散他，我们出去。舅舅，哎，你慢点。听说是阿琴。小舅子，别走，快放开阿琴！你们半人半妖，于世间人类和妖魔所不容，
离了明州城没有我的庇护，要多加小心。阿雪，你醒了。已经没什么大碍，过两天就能痊愈了。多谢前辈。阿雪，事情莫老都和我说了，我想随你们一同去明州城。好，那便一起去。哈哈哈哈，过几日咱们便出发。众人回到明州，莫老将夏侯情解毒，夏侯情康复后仍执意寻找成为全妖的方法，离开了明州城，而夏侯雪则出现在了一本游记中，书中以一名书生的角度讲述自己与他相伴而行云游四海的故事。